小飞侠 Kobe Bryant 给篮球的一封信，让全世界所有球迷无限感伤。身为 SBO 球员，每天也和篮球朝夕相处，看着从小到大的球星，甚至启蒙的偶像宣布季后退休，内心也充满着感动。小时候其实就还蛮欣赏 Kobe 的，到现在，然后他现在退休，就觉得时光好像过得很快，一下子咻一下，他现在要退休，就还蛮不舍的吧，对吧？我觉得可能是他的拼战精神吧，他的那种打球的那种霸气，就是他有一次不是阿基里斯腱断掉，那时候他还是坚持把那个球发完这样，对，那个对我印象是非常深刻，对对对。Kobe 二十年的篮球生涯跨越了数个世代，也对不同年纪的球员有着不同的影响。身为台银阵中最年长的陈国维，也从黑曼巴的身上看见了传承的意义。昨天看到，其实心里有一点不舍，然后可是自己也提醒自己，就是其实我每一年都把自己当成是最后一季在打。那今年又看到那么多新秀进来，那我会觉得现在在球队里面，自己能不能上场，我觉得还好，反而是应该要把那些经验传承给这些年轻的球员。然后再加上昨天看到 Kobe 这样子，那就会让我更觉得说这些事情又变得我更需要去做。篮球不分国界，看着 Kobe 辉煌的成就 ，SBO 的球员们也希望能带领台湾篮球继续前进。本台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